5月17日，陈妍希与助理现身机场。当天，陈妍希身穿灰色休闲卫衣，搭配小黑裙，露出细长美腿，光滑白皙的肌肤让人艳羡。即使戴着黑色墨镜，也挡不住她那满满的少女感。看到有镜头拍摄，陈妍希还大方展露甜美笑容，开心比威，一对小梨窝十分吸睛，真是太可爱了。